仔细看，荒郊野外，爱车掉下水沟，如何一个人扑克？这个时候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都无法动弹，往往很多人不知道，都会像视频中一样拼命的加油，这样是没有用，而且还很伤车，所以不建议踩踏。接下来看农村小伙是怎么操作的。汽车掉下水沟，如何一个人扑克？来，我们今天就来展示一下。首先我们准备一颗拖车闸，前面绑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把后轮也绑上。往往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大家好，不是小布玩车，专业拍道路应急救援和生活中汽车过稳小技巧。这就是信用脚踏的原理，让前轮驱动后轮，前驱车秒变四驱车，成功脱轨。再次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用它，但是一定要知道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